随机一名幸运用户。好危险！很危险！这俩人追过去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巧了！哦，巧了！哦，有。耗子骑的鱼，我刀的十八 Z， 你们聊一下好吧？耗子骑的鱼太夸张了，他在钢琴旁边，我在网上一走，他就想出来刀我，我给他反手一刀，直接报警。我旁边谁？餐餐，上面是仙姐，好吧？聊一下十八 Z， 耗子骑的驴，我刀的过。这下一个，我跟猴哥一起走的，后边还有太医，我们仨一起走的。过了。我猴哥都不是好人，猴哥在饭堂一句话不说。然后开局的时候，我说我的耗子嘎了，我说我的对。开局我跟耗子在一块儿，然后我说很奇怪，很奇怪。他说怎么奇怪？我说我的身份很奇怪。然后他又问我什么身份，反正就追问的很紧，然后我就跑掉了。然后在娱乐室的时候碰到很多人，还有猴哥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往上面走。西恩最后在，也在饭堂，是最后出现在我视野的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，好吧？我过。我跟秀才哥一起出生在建堂，然后到了饭堂之后碰到个猴哥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啊，其他的没了，过。好，周周公主发言，轰轰哥这刀我铁认。这个耗子骑着鱼反堂冲刀被轰轰拿下，我认了。我能看到他们的视角，但是我不说我在哪里。完了之后，秀才、太医、猴哥他们仨一起走。我是一个能看到饭堂的一张牌。那么我们拍一下十八 Z 是谁被谁刀的，过。十八 Z 是被谁刀的呢？我秀才、太医我们仨一起走的啊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被猪猪那笑。轰轰这刀我也认，就是他刀之前他是有一句想刀我，然后给耗子刀了，然后自己拍了警。那轰轰这刀我也认。那猴哥说他跟秀才、太医三个人在一起，然后那会饭堂不对，那就是有但十八这次刀人有点多啊，嫌疑人有点多啊，那咋办呢？那报一下自己位置呗。反正我是可能我在娱乐室看见轰轰动刀的，过了。参加发言了，我也是在娱乐室，我从一开始复活就在，我还在娱乐室做了一个调电视机的任务，然后我是最后的位置是站在娱乐室右上右边的那个角角，就是桌台的那个上面，我有看到布。然后又看到轰轰还有恩姐，其他人我记得秀才哥跟猴哥还有太医他们三个是往右边门口走的，其他我不记得了啊，过。这波波这餐餐，我点两，你点两狼，一个轰轰一个猪猪，那轰轰刀了都不立马爆，那轰轰是能认刀，猪猪在饭堂也认轰轰，猪猪也得是个坏，不跟餐餐也在饭堂，也不说，那你们两张牌是啥？还是说你们三狼一个秃鹫啊？反正我点轰轰了，轰轰是一定得是个狼，到了之后没立马爆，然后后面才爆的，是吧？恩姐，我过了。西恩发言，我还正愁没有人跳起来打轰轰，我跳起来给他脚杆都给他撇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下来的视角，我最开始在这上面，同桌你往上面走了，你的你害怕的表现，你往上走了。我下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走太下来，你知道吧？当我走下来的时候，轰轰你那个鸡腿起码一个半的身位，他你才过去拍的景才说的那个想刀我，那个鸡腿站在那个斜位墙边倒的，他有什么冲刀的动作？他又不在右边一点，你是看见我下来，你来不及了，你才拍的景。我打死你轰轰仔，步也不对劲，猪猪跳起来送，先投轰轰过。可以先投轰轰，十八 Z 我记得是跟秀才是追着孙悟空走的，孙悟空先下去的，然后秀才特别主动的去跟着那个孙悟空，然后也往下走的，有可能是人狼恋，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有十八的，太医是后来跟着下去的，我是在娱乐室右边跟通讯室门口的那条路上，所以我觉得像是个人狼恋刀了十八，然后太医你没给信息也有点奇怪，先投轰轰吧，过。
你管我什么恋呢？自由恋爱不行啊，关你屁事啊！不行，游戏里不让谈恋爱。哦，那大强就是鹈鹕啊，大强就是坏的呀，关你屁事啊！你鹈鹕了，我知道你家住哪。我不在饭店，我是另外一个饭店。我的乖乖，哎呀，我烫了！我看到你的鸡腿了，我烫你个猴子！鸡腿了，好人。哎呀，太爷，哎，怎么说，太爷？到猪猪，到布布，我去当太爷，我去当太爷。你鹈鹕是吧？我怎么会呀？大家是鹈鹕，大家是鹈鹕，大家我，大家是鹈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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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大强，大家是鹈鹕，他不敢把十八 Z 吃了。我发现了，就是我跟秀才哥、猴哥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三个在前面，那十八 Z 在最后面。那进来十八 Z 没了，那大强脏我们是脏不动的。那大强是鹈鹕，他被我发现了之后，他就猛猛追我啊，就追着我那个饭堂，我不拍紧我得死了。大强是鹈鹕，投大强，投大强，投猪大强过。那就先出鹈鹕呗，啊？这你不开个火警让这个鹈鹕吃？怎么开了个关灯？那只能先出鹈鹕了，过。就是，我顶楼上过。那就先出鹈鹕啊！我先说上一把，因为我确实是听见轰轰仔搁那说，想刀我，所以我就认他了。但我是个好人啊，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呀，过了。三方影监督条是我的，同珠也有看到，然后我是。站在就是娱乐室右边的那个条条是没有他们那边的视野，就是看不到，但是我听到轰轰的声音啊。可以先投大强这个鹈鹕过，拉你出鹈鹕呗，反正在我这我不听，我打哈，我还是觉得布布跟猪猪两个拉。你如果说餐餐，本来我是觉得餐餐也得是个坏坏，那有进度条的话，那就把他排出去呗，反正有刀就刀猪猪跟布布过。你点的谁呀？快点过过过！我不知道大强是不是鹈鹕，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点呢？首先，轰轰在我这定狼出去的，上把弃票也是。猪猪跳狼出演保轰轰，完事这把说也不开个火警任务，铁狼，确定要打吗？要打大强吗？我听他聊哦。如果大强聊得好，我不出他，我点猪猪；如果他聊得不好，我就先出鹈鹕，我会出手过。我不是鹈鹕，刚才我说了，秀才、十八 Z、孙悟空、太一他们四个下去的，十八 Z 没了，太一离那么近，报警的时候他不提十八 Z 到底怎么死的，所以我才说可能他们这几个有人狼恋，而刚才进到娱乐室的人只有太一，我也只能追着太一，那这把投猪猪没问题，我先挂票，好吧，我投的猪猪，但是我说了我不是鹈鹕，过。你有票吗？你就挂票。你刚才在那笑啥呢？你现在一本正经呢？你不觉得你现在都快憋不住了吗？出猪大强，刚才报警的咱那抓强都笑成啥样了？他不是鹈鹕是啥呀？对是不对？然后猪大强在我这就是铁鹈鹕了，是不是？他之前就脏我们仨，说十八岁去哪儿？十八岁就你炫的，对是不对？那太医如果要是狼的话，那直接把你刀了不得了吗？对是不对？过。为什么鹈鹕头衔能在我身上啊？但不是一逼人不是上一轮死的吗？为啥上一轮没说啊？上一轮说了吗？是我空耳了吗？完事这一轮又拍进来，然后当时我和那个谁，我和餐餐在一块，餐餐做了一个任务的。哎，怎么都投票了？我要投猪猪。那个尸体被拍到了，轰轰拍到了，然后猪猪又帮他说话，说明猪猪他也不是中立秃鹫，他不只能是轰轰的狼队友吗？我这里铁狼只有猪猪，太医跑过来拍这个灵，哎，吸引人呢？嗯，先不站。他跑过来拍这个灵，我也没看到啊。先出上一轮说了吗？由我来拿下这个鹈鹕，加油！这个鹈鹕，猪猪，你是狼啊，猪猪，哪有鹈鹕啊？我是加拿大，也是加拿大，怎么可能？他们都认你狼了，猪猪。看咱们谁输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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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输快！太慢了，三儿。
嗯，猪猪我刀的，我正义使者，我不知道刺客狼在不在，咱就说，反正猪猪一这人空格，说自己是加拿大，但是我没信，反正我也有夜刀，总得被好人投出去，我不如先把这夜刀用了，好吧，过。我干，你不说他是鹈鹕吗？他怎么把刀都掏出来了？他双修啊？太医，你个锤子，你在干什么？那小子要锤死你！过了。哎，头太医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头太医，哎，我就这第一轮没有说，怎么第二轮突然蹦出来鹈鹕？太医能是什么好人啊？所以我没有投大强。当时不是轰轰跑过去拍了那个鸡腿吗？西恩不是看见吗？因为在我视角，西恩是铁在那个位置的。然后我就觉得猪猪他不可能是那个秃鹫，然后鹈鹕也不是他。他帮轰轰说话，他说他信轰轰这刀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说看到浩哲。是谁要冲到队？不对，铜珠是、哎。我就觉得他不像秃鹫，所以我就最稳投他。太医是好人，第一轮怎么可能不说鹈鹕呢？投太医，哦过。哈哈，你们都被事实蒙蔽了，我来给你们盘一个清清爽爽。那现在经过郑一农发生的情况，我已经对大家的身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。他朱大强，他不是鹈鹕。他也不是正义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狼人。那第一轮我秀才跟猴哥十八 Z 走在队伍的最后面，秀才哥跟猴哥走在我前面，对是不对？然后那个时候大强他鬼鬼祟祟，他的位置在哪里？他也不进饭堂，他的位置在哪里？他的位置在娱乐室右手边门口这边，鬼鬼祟祟。我本来想投秀才的，拍进来十八 Z 没了。但是你这样我真的很想投你了。我当时可能走得太快，我没有看到鸡腿，所以我以为朱大强他是个鹈鹕，但是进来看他有刀啊。感谢不悔梦归处的冰霜巨人，感谢不悔梦归处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的这一票，还是得打飞猪大强。至于我的身份是什么啊？我的身份可太高了，我的身份就是，我先走了，哥。说的太对了，太爷，我。支持太医，你们支不支持？支持的请给我打一个条。不，给你走好，拜拜。太爷，我为你弃票了。你们都被事实蒙蔽，事实蒙蔽了。鹈鹕太干嘛了呀？鹈鹕是不是死了？啊？鹈鹕怎么没了？秀才铁坏，朱大强，我没投你票啊！我知道秀才就是不对劲，我本身说第一轮想投他的、啊、秀才，猴哥不对劲，做完但是没开饭了，让林怎么进？哎呦、啊，我操，没事儿、啊，没事儿、啊，不愧是秀才哥。牺牲了自己，让自己的对象跟着好人一起赢了。我不可能让你们苟活。你看我说的是吧？有人狼恋，不信我。猴哥，我要到西安的那个，你离太近了。没事，活着就是折磨，赶紧死了吧，赶紧死了。死了得了，折磨到心，我靠。你的错，活着就是。我还以为像他妈说的太医，他那波发言，他我还以为他要在第五层，结果还在第一层啊！发挥可以，这把开。就很棒。